好，今天这个盘比较这个没什么刺激的哈，所以我们就来玩一下这个策略雷达哈。那这个我们系统里面有一个叫做期指多方发动哈，就是量跟价创新高的时候，好，然后来做交易哈。它这个是为一分钟写的哈，它这个程式码。程式码是系统内定的哈，所以只要这个价创近期哈，譬如说20分 K 的新高，而且量也创20分 K 的新高的时候，我就进行交易哈。那这个 XQ 它里面有所谓的回测哈，我们给它回测一下，看看它这个效能哈，这个表现如何。好，那这个跑起来哈，我把这个资料跑一跑。好，觉得哎奇怪，这个效能其实也还可以哈。这个过去二月到八月，虽然这个跑起来哈，用期指跑起来好像才3%多，但是如果用选择权的卖方跑起来，哎，可能比较有点搞头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交易的点位哈。那它是价量都创新高，所以我们来看这个。一号是买进的点位哈，这第一次买进，第一次卖出，好，所以他会发现创新高，好，这个量创新高的隔个开盘就买进，好，然后呢十笔，好，这个左右，好，他就给他这个卖出，好，因为他的程式码是，刚刚设的时候差不多是十笔，他就出场，好，那这个第二次交易哈，也是这个创新高，好，然后的。下一根开盘买进，好，然后这个几笔之后卖出，好，所以看出来它的点位其实还不错哈。那这个当然，我们 XQ 主要的角色是这个取代人来做交易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譬如说我人去工作啊，这个刚好人不在这个交易现场，所以这时候 XQ 能够帮我做这件事情的话。那当然就是非常的感恩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策略哈是蛮有趣的，好，所以给提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。